Hello， 大家好，欢迎到 YA Diary。这次耶诞节呢，我们是和 Tracy 还有乐意的景一起合办了一个小活动，那就是我们要交换彼此常使用的手账拼贴素材，看这些我们常使用的东西到了朋友手中会有什么样子的新作品呈现。那事不宜迟，我们就立刻来准备打包一些好东西吧。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便签，还有一些便条纸，都撕个几张下来给大家。还有这一本，里面有各种不同颜色和不同触感的纸材，也撕几张下来好了。还有这种彩色的3-in-1的漂亮的便签纸。那因为兔年要到了嘛，所以带一点兔子也可以。我看到呢，有不少的手账拼贴者们，他们会使用这样子的大背景，帮助作品呈现更好的样子。那刚好 Tracy 还有景，我看到他们的拼贴都比较少使用这种大背景，可以试试看。再来一点哗啦的漂亮妹子吧，因为他们也很少使用这样子的妹子，所以 OK OK。那纸胶带的部分呢 ，Maruko 小画室这是一定要的。再来还有这一些，大概是这样子吧。好，那再加一个这个痘痘贴或者是口红胶好了。那最后呢，我会把这些东西都打包成一个小包裹来送给 Tracy 和景，不晓得他们会怎么样使用呢，我非常的期待。 Hello 大家好，我是 Y Diary 的 Audr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Tracy。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意的景。很紧张吗？还好啦，但是有点痒痒的。痒痒是指手臂的痒痒，还是心上痒痒的？就是整个鸡皮疙瘩的痒痒的这样子。会看到这样子的组合，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办一个耶诞节的交换礼物的活动。那主要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会提供一份自己准备的常用素材小礼物来作为交换。那这次的规模会这样的组成，是因为今天我们认识的其他一个 YouTuber 们，他们这次耶诞节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新的阵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是因为吃下午茶，然后莫名其妙就说，那不知道你要不要交流？他们就说好啊，好，然后就莫名就是我们又多了一个人，也很棒。对，我们就有很多耶，一个人对500块，所以等于一个人会拿到价值多少1000块的东西，因为你是两个人。是的，那我来猜，你先猜吧。不是，我们要先交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大家的包装都是牛皮色，牛皮色，牛皮色。好，他们现在在猜的是我准备的礼物。它里面有一个逻辑，就是太多了，你超多了。等一下，你们都整卷，你们都超过，你们根本就没有符合。那个整卷的那个应该有个是 MP， 一个是另外那个，那个是我之前买了很多，因为我觉得1000。这里面太多东西了，包的好好。我最近刚好缺那个哎，它超小，我也很想用的。这个好好用，然后这个也很好用，然后这个是之前自己印2021年出的日布，我没有买到全部。可是我把我喜欢的全部都他们的店里面买到了，我全部都收购回来。然后这两个很漂亮。谢谢。而且是佩佩的，佩佩的，我最爱佩佩了。我还不知道是谁的，我还没有看。我是你买兔子那个吗？对，我很爱佩佩。对，而且这里面会有这些，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平常可能不会用，就是这种动物。我们要挑战，力的真的是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要挑战。真的耶，这个色调我平常很少会用。我也不。对，这是3-in-1的。还有这个是。Maruko， 这两个是 Maruko， 然后这素材纸是我前几天，就是我去那个果的文具区，然后他们不是有很多日本品牌吗？我就买了好几个那种便签，然后那我说，那就拆成3份，所以我们要到时候一个人一份，我自己家里也留了一份，跟那个还有一个后面小女生，因为我怕我这边小女生是你们这个是你们比较常用的风格这种，可是这个我还没有看你们贴过。可是最近大家都爱贴，就是那个哗啦的那个妹妹，该不是那个什么韩国的？是的，大家看一下，原来如此哦。然后还有大背景，就是我看大家都会这样子，很木下感，就是一个女神感，女神啊，没错。就想说，是贴纸吗？贴纸，我没看你们贴过这种，所以我想说很想看。那我因为我最近刚好在研究这个妹妹怎么贴，真的是不是我平常会买的风格，没错。这好可爱，很有挑战性的，它就是可爱，这个也是3-in-1的，好可爱，我就觉得很可爱，我就忍不住，真的很可爱，这是金合欢，这是画的超可爱的，然后这个是，好，这个我爱 ，O E D A 我超爱，然后还有这个素材纸，忘记是哪一家，还有这个色我没买过，然后是这个。
就是它是不同的纸、哦，然后跟这是纸。哦，拿出我最喜欢的星球。跟我们两包都差不多，对不对？我们差不多，只是会有一点差，就是可能是培培跟这个打转印跟那个可能会不太一样，素材纸之类都一样。这个是有点像封箱胶带，然后我之前是给它贴在我办公桌上。它是接纸，哦，它是底片的那个接纸。我可以先拆来看，你可以拆。哎、欸，好特别！它是有点防尘胶带，它是有纹路的、哦。对，哎、欸，这好酷哦！这个好像有点画面哦，因为只要一看到复古色，好像就这一次呢，因为有乐意的加入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有自己散，也不能讲散资，但我们就有规定说我们不能放他的东西。对，不能放我的东西。因为我本来想拿出来，就是现在在我桌上都是很多是你的东西，有点厚。我觉得素材有点，这个厚有点多喽，大家。就是一个以成本在计算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大概成本50吧，这样好，这样。我分成三个系列，一个是纸系列，一个是人系列，一个是其他系列，就有花啊，然后有背景啊这样。这个你平常会用吗？我会用的是这个会，这个比较少，我反而这个比较不太会，而且是自己染的。哎、欸，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跟那个妹妹很好搭。这个跟妹妹可以搭。对，跟妹妹。这个。我觉得这个妹妹可以搭，用什么？用红茶吗？我是用咖啡，我是咖啡或红茶，但是因为我为了让颜色还是略有不同，所以我每一桶都还偷偷加染，我偷偷加那墨水。然后这个是我去日本的时候买的那个一些纸，然后比较舒服。对啊，它的那个图又很特别。文纸的文具控，老纸啊，就是文具控拿到纸的时候会先闻，然后再闻一闻，超帅，超帅。但是我以为是自己的状况，就没有，是大部分都会有一样。真的，哇，你的这边真的比较多星空哎，张刚刚好哎，真的。好哎，开心。这个是杏仁露嘛，对不对？对，他也有出这个，对，他最近新出的。我上次看到他的那个便条纸，就是我就说，哎呦，好看。对啊，又而且是星空系的。我看到甜蜜生活。没错，因为而且你这张是我有放贴纸的。哇。然后是我精选我喜欢的。喜欢。什么那种长头发的那种女孩子，就很合我的那个。缘分，就我喜欢的女缘分，用缘分来形容，不错。哎、欸，这个你会用？这个培培，可是我没有用过。培培，我都是买兔子。啊、培培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他的兔子跟他的精灵，其实两个风格对我来讲会觉得他差很大。那个兔子也是他的、哦。对对，你说你买的那个是铃兰兔子。对对对，这个哇，这个风格。小妖精，我们可以做两种，我没有试过的。这个。有点，我超爱他们家这一个哎、欸，我以前都以为我是文青风，然后后来我以为我是复古风，后来我遇到培培之后，我确定我应该是华丽风了，对，我喜欢华丽。你蛮华丽。各位看一下花手哎，超好，还真的有大花，这也是杏仁露的。他最近在脚印贴纸有出，也是画星空的，然后小小颗小方块，我觉得很可爱，对，我有 cute， 我就觉得好像不能不买。会让我觉得很像是在那个耶诞节看着窗外，然后很安静那种，很像有很多画面的感觉。它已经在明天了，对，它已经画面出来了。这个花是，这个是最近因为那个大年，他们就有一些前阵子那个市集的时候就有代理，然后我想说，哎，不然试试看好了，我就买了这些，听说是萌系的。这个是杏仁露，也是杏仁露。哎，对，就是它这个小花，就是我会觉得看起来很像小饼干。对对，很像饼干。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循环，超爆长。它才是这个，因为它也太宽了。这个它超宽的，而且它超难剪的。它是不是排得很密？它很密，然后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我最喜欢那种有彩色渐层的东西。对啊，彩色渐层我就觉得，所以我就忍不住买了。这个我没有，可是我喜欢小苍兰这个，对，超可爱的，因为它颜色配起来就觉得，我觉得是可爱的。对啊，很有气质。杨君的话就是一个我也没看过你的，对对，你是不是很少用？我是直接把它贴在，因为我觉得它放在手上会把它拉一条。啊，对，它是就它就算比较适合，它的也不用剪，它就是就没了。对，它自己就已经排版完了。你们真的太大包了吧？我跟你说，你准备的东西，它就会有一个你准备的那个理由。我很喜欢听那个理由。哦，就是想说，你为什么会想拿这些东西出来？最主要就是因为觉得说，每次在拆循环的时候，原本想说啊，不要放到这边就好，可是一边拉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已经用过一遍的感觉啊，然后就啊，忍不住也这样子拉一拉一拉一拉啊，这个给你好了这样子。
但是我这次特别的有那个圣诞节的，我特别买圣诞节。还忘记佳节这件事情，我忘记了。我们主题是，没关系，你们东西多到已经可以抵掉这件事了。哇，你竟然还有一张卡片，小卡小卡，而且我怎么会贴不出？等等，你还有放，我还拿对耶。哦，没有啊，我对耶，我们拿对耶。为什么你会拿对？因为我其实有做记号，我看我这里有没有，我们没有写，我们没有注意到，然后就直接拿对。来这个给你啊，这个我都忘记了，这是谁家的？食物，好可爱，哇，好可爱哦！我这次就是贴纸都是走圣诞节风格，真的耶！我真的刚好都没买，因为我跟我无法靠近奥尔。哦，对，对啊，他们真的太爽了，哇，好可爱！而且这次只有三种材质，所以我就随意给你们不一样的材质。真的是圣诞节，你的有才符合主题，我们都要干嘛？你的这个也是有圣诞节，对啊，很棒啊！我超喜欢那个，我好惭愧哦。我送那么少，我才惭愧我。不会，这个都是你们不会用的。这我真的是平常，对不对？不是我买，我买 Usagi Prince， 你还会念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好有那个感觉，对不对？是复古风，很适合跟刚刚的票券放。这个就是我觉得你们不会用，所以我就会送。就是那个茄子先生的纸片纸哦，这个我那时候在研究它，我还没有就是 get 到它的那个画面，就是我还没有想象到它可以怎么用。这个我的理解，因为曾经我以为我是文青风嘛，对。因为我觉得我送好像这都你们觉得可以，我觉得很好看，可以。这个也是小行星的，是小行星，这个也是小行星的，我送了三个。对，他手上那卷也是另外一卷，是独立。这卷我以为我有买，结果没买。这就是我前阵子那个就乌沙那个什么乌沙吉，乌沙吉，好像他们说乌沙吉是兔子的，他的风格比较非常的复古，对，然后有点法式的那种，对感觉。你用了法式这个词，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刚刚在想说要怎么样形容它的这个复古，法式的感觉，哦，色的所以我就把它拿来搭那个票券。哦，这个是完全可以搭票券，哦，这个可以，那他就可以跟他当朋友，他可以跟这杨坚最当朋友。那换你来插杨坚，杨坚这个就是可以啦，朋友，朋友，机票感，他是时髦一点朋友。啊，这个是茄子先生的，这个片花我跟你讲，这是我非常常用，我就是只要哪边突然有空位就把它贴上去。他也是那个我拿来拉成一条，对，他其实不用做什么太多的打款。那我还是好奇，就是为什么就大家出这种照片类型的人。大家为什么可以拍这么好看？我就不能理解到底怎么样。你就知道大家怎么爱照片，我照片都卖完，真的。而且我照片那卷是最早卖完，所以我才会觉得，其实说我也有手啊，我有相机。哎，我跟你讲，我也有相机啊。我们刚刚去吃早餐，他也讲一样的话，他说明明我也有手，我跟你一样也有相机，但是你拍的照片跟我也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啊。好，那回家就要拼喽。好，好，我们要拼预计要拼几张？不用啊，就随便都可以。哦，我至少会拼两张，我应该拼个二至三啊，因为感觉有不同的风格可以挑战一下。嗯，可能会有一个圣诞感吧，因为有这个很明确，我都已经明确告诉你了，很明确。那它可能会穿插在我的每一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个东西，就会凸显出有圣诞性的。所以做圣诞节，我们这次其实获得了非常多的礼物。对 ，bonus 比实体还要更赞哦。对，而且很厚，毕竟是自己是做纸胶带的，有没有？对啊，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制造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点瑕疵，反正就瑕疵，就送给你。好啦，那我们结束了我们的礼物开箱之后呢，现在下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去把它拼贴成手上的一些相关的作品或是说卡片，那就大家一起期待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而且我三个人的风格都在超级。对，因为我们拿到很多是我们平常不会用，对，我们刚刚全部拿出来都说，这我平常真的不会用，而且还有那个，原本想买，好像不会用，我把它放回去，没想到收到了，没有，这也是一个挑战的感觉，而且要每个人的影片都要看，因为就是大家都不一样，每个风格不一样，因为我们会，应该我会尽量把拼贴过程，他一直在耍可爱，我要怎么说？就是大家的拼贴风格，就是我觉得应该会蛮不一样。好，那我们就回家拼了。好，开拼。
这一张啊，我选择深蓝色的底纸，所以先规划要营造出那一种夜空的氛围。我们从乐意的礼包里面拿出了几亿的星球，搭配杏仁露的便笺，我把它挖了一个洞，再用培培的可爱小妖精，还有同一卷 PET 胶带的物件来组合。好，那画面有一点空，我从 Tracy 的礼包拿了一点文字搭配，那底下我是额外拿自己的复古风小花们搭配一下。好啦，看了看这一张，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好，开屏。想说是要过节嘛，就用一些红色底纸来带一点节庆感。我们从乐意的礼包里面拿出染好色的蕾丝纸来打底，中间穿插一点 Tracy 礼包里面的耶诞节物件，小水晶球可以当成妖精的坐垫。再来就贴一圈花好了，找点粉嫩的颜色来凑，中间是让耶诞节物件若隐若现的，哎，结果变成了粉嫩的梦幻风。那旁边再贴一张文字来增加画面上的丰富性。那中间我还是想要拿培培的小妖精还有它的相关物件。好，这张比较嫩一点，我感觉还可以再加一点星星什么的在旁边，不过先这样子吧。好，开屏。我使用了一般的白色明信片来打底，那这一张啊，想尝试让它具备耶诞节的气氛。先挑一些乐意礼包里面的手抄纸门，有不同的形状和颜色，要增加一点画面的层次。再来是 Tracy 礼包里面的甜蜜生活妹子，哎，你看她拿耶诞树，哎，有耶诞啦。再来还有充满耶诞气氛的小贴纸点缀，那因为底色是透明的，所以到处放一点，旁边用植物象征性的框一下。最后我再用点赞的小圈圈来塞满画面。好了，完成。我本来还担心啊，说人物贴着旁边的白边啊会破坏画面的协调性，结果不会耶，我蛮喜欢这一种随性自然的拼贴方法。那我这一次用两位朋友们的礼包拼贴出了这三张作品，那在礼包里面呢还有很多其他风格的素材，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再来尝试使用它们。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耶诞节和朋友们的交换礼物拼贴啦，在 Tracy 的频道还有乐意的 IG 里面都会有我们各自的拼贴作品哦，各位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的话，都欢迎在频道或 IG 留言给我们哦。我们下支影片见啦，各位耶诞节快乐啦，拜拜。